杨超越、陈意涵、孙潇潇、易烊千玺、王哲、新料回复帖。近日在新播出的各位游客请注意中，嘉宾杨璐爆料称，自己做艺人助理时，曾在剧组因为帮前辈艺人拎东西而被自家艺人骂，自己怎么做只能该艺人说对就对，他说错就错，且该艺人还曾把他丢在高速公路上。在这件事情发生后，孙潇潇的团队立马就找到了爆料人，威胁他不要再继续发声，毕竟只要爆料人不说话，孙潇潇的否认还可以糊弄观众。如果杨璐此刻捅刀孙潇潇的话，孙潇潇可就彻底翻不了身了。杨超越以后会综艺拍戏两手抓，毕竟只要在综艺上足够圈粉，表现足够抢眼，大家就会忽略他演技上的不足，对他的容忍度也多一些。